已经在录了。耶、yeah, yeah, ！今天发现你，哎、欸，我帮你，你念擦汗的话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发现今天有开心吗？来来来，今天有开心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刚刚没说耶，我开心，有开心吗？没有，镜头冷漠，一会儿耶。这样可以吧、可以耶、等一下要去买东西，好久没有去亚超了。对，我们要帮那个克里欣庆生。对呀、啊，庆生买蛋糕。请问你就期末都结束了吗？都结束了。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很开心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还刚刚还刚刚说耶，好开心哦、啊。然后打开镜头就对，很开心。开心。很开心，对啊，就是，然后刚刚说这是银色车吗？这明明是灰色，然后现在就，你们怎么可以对他这么自然？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第三者在观看着我们。好了，反正这已经录到结束，再按一下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结束了。文琪，你有很常来逛亚超吗？非常少，你好像已经三个月没来了吧？你有开心吗？我第三。开心，我觉得好奇怪。哎呦，等一下要去买，哎、欸，要买哪一个蛋糕？买 Dolce Gusto 的好了。我们试试看，那家我还没吃过。你要买牛奶，因为等一下我朋友会再带我们去爱丽森做。因为他那天明天要借别人。OK， 好了。哎、欸，还好，还好，今天让我有心情可以。不会。你要买海苔哦，因为会包寿司。好哦，包在这边。再猜一个，他会喜欢的。对，你猜一个，你选一个吧。我的提拉米苏不会出事。跟你要想我们几个人哦，我们有四个人。所以不能挑太大，对，只能挑那边的吧。挑这个，哪个？他想揍你，我刚刚看见揍你，他打开傻眼。我刚好，我跟你讲，到时候就给他看这个影片，就是你罪魁祸首，就是你 ，It's you。一个，你根本就是要雷死雷。试试看，先试试看这个。对啊，我们。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？买珍珠奶茶。有啊，有粽子。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买看，买买看。好像有咸的啦，找找看。没有啊，其实这附近找找看，一定有。哎呦，还有啊，我看，这超贵。Very cold today. Very cold. Yeah. Where are we right now? Edison Train Station. 今天好冷哦。你为什么又尴尬？镜头尴尬，你根本就还好，为什么要镜头尴尬？我们来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今天买的东西。快点啦，来这，你跟我一起入境。我不要。我刚刚买了去 H Mart 去大华，然后还买了柯宇欣的蛋糕 ，Dolce Gusto 那个韩国的那个蛋糕。然后希望等一下可以顺利进行。我今天要做 new work， 是他们家，我是他们的那个樱花，不对，我是樱花公园旁的室友。就是我是樱花公园的公主。樱花公园，樱花已经凋谢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偷偷摸摸的拿蛋糕上去，祝柯宇欣生日快乐！这样他最好录得到声音了，录得到好棒，录得到真的真的。而且我们今天来这蜡烛很可爱，细细的蜡烛。走吧，走吧，他忍不住了，快！好，我拿下。快点啊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
要出来啊！不要猜。我活来了，我东西很多。帮忙。不要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点啊！没有赖达，没有赖达哈。喂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家有厨房。我在说话，你看他真的很可怜。快点，快点，许愿，加许愿。哦，来来来。不点火的。啊，等等等等，好，点点点点点等，等我一下。好有火的呀，然后我在烧东西。点火，点火，可以，我来，我来，让我来。下一个，许愿吗？许愿。很乱的房间。你关门，你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非常美。哇哇，好。对，没拍到，没拍到，现在没拍到。拍到完了，拍一下。好好好，拍了，拍了，拍了，快快快。哎，这个画面漂亮吗？超美，真的。许愿啊。许愿，许愿，那什么？长了那么大还不许愿？好吧，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顺利了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对啊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希望可以不要再感冒了。真的，身体健康。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快，第三个，第三个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来，来，我帮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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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别吵，偷懒。好，第三个，我要吹喽。我吹，可以吹吗？可以，亲。耶！生日快乐！一二三，星星耶！开心，生日快乐！我们想要去接你的时候，好了，你可以去给他看那个我刚刚原本要挑给他的那颗蛋糕。我一进去，哎，那就这个好了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买什么的。我们本来要买一个大熊，大熊。对，有一只熊的。耶！我来华客啦，我又来就是。当那个樱花公园旁的室友来拜访你。慢慢录吧。哈哈哈哈我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现在文琪在卸妆。哇，撞到！再拔一下，咱们家的网没了。对，我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来找我们。哎，收心，收心不见了，收心消失。要靠团队。耶！我们今天还买袜子，对，而且我买南部的，对。哇，居然是医美的吗？对，而且是南部做，这是南部做的。哎，你骂骂脏话干嘛？干嘛？我生日礼物吗？我就千里迢迢坐了 Uber，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，就他就说，哦，你因为你的驾照是那个叫哪一家？那个我只会讲法文，我不知道那个英文怎么讲，反正就是我就没坐车，因为他说我驾照是有期限的，那就不给我租。然后呢，没办法租之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开车。好险，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就是 Luckily。我有个朋友叫许卓，他愿意就借我车，然后我就只好我就开着他的车，去接去火车站接文琪，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去 H Mart， 然后去迷茶，然后就是大华，然后还有圣玛丽。这位现在卸完妆，我没有卸妆，我就把眼睛打开。现在需要什么？看不到他了吧？对，就是在那个看不到他的角度看他。总之就是这样喽。这是寿星，跟寿星的室友，还有寿星的女朋友都在那边。抱歉，你不要再回忆。抱歉，在这。希望会有好消息喽，祝你顺利。今天寿星应该是会有寿星运的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，拜拜。还好吧？不是，你看他没有间隔。啊。哎，那是抹不够吗？我感觉是呢。这边动超明显的。我切了，我也感觉好奇怪。我说我切喽，你要录啦，等你啊，丝绒。我们下一个生日是谁的？等一下，是不是轮一圈到你了？217嘛。哎对，哇塞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这么？214330啊。哇。哎，下一个是你，好快哦。你要过一岁生日了。在休息。
就过一岁生日，那下一个哦，我在录影。什么？我刚刚的那个影片，我笑声超难听，我好不想要剪进去哦。就是啊哈哈哈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，真诚，大笑。我也忘记，我上次忘记了，我也忘记了。他实在是太不直观了。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，但其实我记得原料是一个红菜根。红菜根有一个好像是花的，我就觉得洋菜根有关系的。对，红菜根。红菜根，哎、欸，它叫红菜根吗？不是吧，那叫什么菜根？甜菜根。甜菜根。红菜根，那个叫什么菜根？好大声啊！不用不用。哈哈。哎，我真的是大神开技能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是讲说我的大神技能开外挂，讲错。真的很好笑，而且有水牛的故事。什么水牛？水牛呢？不是讲水牛故事、欸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你很烦哎、欸。我已经把。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啦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今天跑去 NBA 也是挺累了的吧？水牛就是我，就是水牛。一块，主要就是这一块。好糟糕、哦你，你好糟糕、哦。耶、yeah, ，好满足哦！有肉粽、蛋卷，有蚂蚱，蚂蚱是南部粽，蚂蚱蛋卷，还有维力炸酱。好满足，好满足。刚刚是他猜的蚂蚱，现在不知道跑去哪。咋？在说你，有没有满足？有，很不错。Yes。很足啊、哦，这味道很不错哎。哎呦，我要融化了。耶、yeah ！加肉粽。哎呦，我看好好吃。这两颗是我的，只有一颗是他的。然后他还有一包维力，然后还有蛋卷，蛋卷打开，然后等一下还有四分之一的蛋糕，肯定要都他的都他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桌不是我跟谁说，那一桌大概有五分之四都是你的，都是咱们家小王美的，这是我、哦，耶、yeah ，怎么样？就是要大吃特吃，嗯，这个味道很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道地，就是道地不够咸而已，就没有蘸酱的意思吗？嗯。需要沾酱的肉粽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这味道弄得还不错，真的、哦、好，我也要吃，拜拜。为什么？